行嘞，请坐。各位民政会学员，大家高早，大家平安。哇，实在真欢喜吼，看到即届遮济人过来参与咱即届活动吼。说来即节课，我是要甲大家来分享着讲，咱有较早足济足济毋捌去思考过问题，即届咱可能用渐渐去甲发觉。当最近，我相信有真济人会去知影讲，美国宣布一个消息，但是相对嘛，对着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每一个人咧追求的人，拢有一个真大的震撼吼。就是几工前，美国讲要宣布台湾免签，当迄个时阵，我甲看一个讲，是安怎？美国哪会答应这件代志？我嘛知影讲，当美国迄新闻安尼报出来，讲哦，伊夜晚十点就要宣布，每一个人大家拢开始电话安尼看啊卡，卡来甲我问讲，奇怪，咱民政府是毋是做甲一半啊？哪会怎失败去？而且来讲，我唔敢讲伊是虾米款的情形，但是。这是在考验讲，咱是咪有一个真坚定的信心，知影讲一只火车，当伊若咧走的时阵，伊拄到暗时，拄到乌暗，伊敢这只火车怎唔敢过？袂，是安怎袂？因为伊的铁轨路、轨道已经拢甲你做好啊。咱追求这条路线，亲像共款。千万唔通让一个媒体甲咱骗一届、骗两届，你爱相信咱所追求的法律绝对是正确。也毋过，伫最近回答足侪亲戚朋友的时阵，让我感触真深吼。当足侪朋友拢甲我讲：“哎呀，恁咧追求民政府是毋是已经失败去啊？你看人美国都要免签啊吼。”美签要买迄个 visa fee 吼，啊！你看恁安尼无采咧努力遐侪年，啊，佫遐侪精神，啊，真侪侪侪亲戚拢会感觉讲，因开始倒退，因开始感觉讲惊吓了后讲，哎，无采工，但是翻倒转来，嘛有看到侪侪伫咱的动心内底，伊认为讲咱并无失败。因为伊读下来底真清楚，就是法律。所以伫遮来讲，有侪侪亲戚咧问朋友咧，甲我问讲：，恁的法律准讲美国若无要答应的时阵，安尼要安怎？恁唔知会惊袂？你看人中国迄自古早钓鱼台，虾米人诶？台湾诶，但是我感觉讲，咱对头甲尾。有真侪朋友，伫外国的朋友，伊甲讲一个代志，互我足觉醒吼。伊讲，你伫台湾讲钓鱼台是恁的，请问钓鱼台是伫叨位？伫叨落？结果我地图去甲最头甲看到尾，找无钓鱼台。所以伫遮我咧讲回答的时阵，我拢讲讲哦，原来。钓鱼台什么人的？中华民国的。钓鱼岛什么人的？中国的。啊，那是尖阁群岛、尖阁谷什么人的？日本的。啊，那什么人无的人，会使你开始去讲，去号一个正新的名称，去号伊。所以大家那敢提到迄个名尔，实际上台湾若讲哦，钓鱼台是台湾人的。是中华民国的，咱就规定足欢喜的，讲哦，这咱的，其实实际上你有摕到迄个奖权，迄个权利、权柄，你敢摕有到？拢总无，干那欢喜底下哦，这哦，你看人迄个一个小马哥吼，啊，坐船去控江哦，控东安尼招几万只渔船，底下开始发动，然后开始去宣誓，讲钓鱼台是我的。我的朋友甲我讲讲，
伊若较好胆咧，应该是宣誓尖阁群岛是伊个，然后佫甲爬去你面顶，甲插一支迄个车轮牌迄种国旗。当迄支若甲插起，安尼你想会影响偌大？我相信绝对震惊。所以伫遮，咱有爱知讲，咱伫台湾开始一个心内每一个人的计划内底，伫心灵内底，拢已经充满了真济无合理，你嘛接受，甚至用真济神话。我当然甲真济朋友嘛甲讲讲，哪里我请你问你一句话，月球什么人个？美国个？唔是哦。月球什么人的？那要照中国人的头壳，月球是中国的，因为嫦娥真早就奔月去了，佮带只兔仔去哩，所以月球是因的，因为因第一个占领。但是你讲这时阵，真侪中国人，包括台湾人受了这种教育的时阵，因拢狂讲讲啊，这中国的啦，因为嫦娥你佮看，我讲啊，哪呢讲起来，盘古开天辟地的时阵，规宇宙拢拢伊的啊。所以这是无根据法律的一个开始，所以伫遮，咱要开始去学习的是讲，当台湾有发生遮侪代志的时阵，我感觉着讲，每一个人伊所需要是正确的定位问题，你必须要将台湾真侪定位的问题给定好势，你才知影讲原来。在我们台湾足济所在是遮尼啊水，包括伊个语言嘛是遮尼啊水。但是你敢知影讲，我看了足济中华民国以及包括中国因个影片内底，伊拢用迄个神话甲你取代。然后伊要考试个时阵是用迄个诗词，所以我看到咱即卖囡仔开始一直背唐诗三百首，背足济，就是要应付考试。但是问题了解台湾地位时阵，伫唐诗三百首找有答案无？找无答案。伫作者经典内底，孔子的《论语》四书五经，找无台湾的地位正确的地位答案，因为因拢唔知影。也毋过，当咱一直去读的时阵，造成了咱的头壳去用限制，开始对着台湾的文化一直甲消灭。开始消灭咱台湾意识，包括当我伫咧做兵的时阵，我嘛感觉有足济实在是，唔是咧造就阿兵哥呢，唔是咧造就阿兵哥讲，你都爱为你的国家效忠。我相信真济做过兵的人，大概若讲到讲啊，若休战的时阵，咱来走第一，肯来走，因为咱的武器比人较好，啊，所以咱卖甲人相拍，咱肯来走来灭。伊无要用为伊个性命为国家，佮第二点，伊感觉咱个国家是虾米？唔知影。国家是一个真空洞，伫每一个中华民国做过兵个人，迄时是有够衰吼。伊感觉讲，这个国家到底予我会当保障是啥？我若战死，大家敢若真欢喜，会使看迄领国旗，但是看迄领了后，唔知要扛去倒扛。好，有两个姓蒋的伯仔囝。目前，伊讲伊中华民国是伊开始，但是伊扛伫倒扛，唔知影，扛伫倒位，无要扛去倒位，拢无法度扛，所以只有甲伊摆出来，佮占着咱台湾人侪侪土地，开始伫遐用这种高压统治啊，甲你洗你的脑，上严介严重就是。以三星台湾人甲中国人尊贵甲卑微，伊甲区分足严重。咱相信做过兵的人，因为我伫做兵的时阵，我是做辅导长吼，全国上衰官就是少尉。啊，做这个官实在是足衰啦吼，因为阮咧受训的时阵，伊甲阮教育一件，我想了倒来，我开始会着惊，先来踹一条。因为我感觉讲，伊甲我讲讲，你着将阿兵哥当作去吃呢，来甲训练。我讲是安怎，那爱变做安尼？伊讲，你若甲训练安尼吼，你真好管理。所以常常，我看到真侪
咱的台湾囡啊，伊只要甲伊讲讲，来，恁两个阴暗放假一个，你甲想这两个冤家未？一定会。恁两个若要放假，恁两个其中一个会使放假。伊用这种限制性的甲你限制，甚至伊佫甲你讲，你爱会晓去对面顶的人怎样巴结，怎样甲伊服侍，互伊较好个，啊，你个福利就较好。伊无根据真理来做代志，所以有诶伫阿扁哥内底嘛流传一句话讲，伊无要吼不打情不打人，敢若打那一种不长眼的。所以渐渐伫咱每一个人个心灵内底开始一直失落，一直感觉讲我毋免计划，毋免去开始计划讲，哎，啊过来要创啥，过来要做啥，甚至咱若有时间，你会当掀开你囡仔个作文内底，已经无咧写到一篇作文叫做《我的志愿》。是安怎即马作者囡仔唔敢写？因为若写出来，我相信拢共款，就是要争做啥公务人员。大家拢讲，我妈妈告诉我说，我的志愿要成为一个公务人员，然后变成一级公务人员，安尼上好。阿公阿公务人员会使创啥？哦，安尼很好。真好，会使你开始一直，吼、哦、哇，足好诶，吼、哦，拢毋免烦恼，像甲猪共款。所以伫咱这个过程内底，真侪公务人员因个心态，因个心内底开始看无着台湾人伫倒位，伊开始感觉讲，伊今仔拼到这个所在，是伊家己个努力，伊家己个才调，但是问题伊拢无去思考一点。当咱教育这个囡仔考试考一百，真够背册时阵，真够了解，真够去念迄个诗词了后，请问，伊对着咱人类有啥物帮助？绝对无。所以今仔日伫遮，我有提一首这个歌曲吼，这个歌曲内底。好，咱来看这个哈。我先介绍讲，今仔日想要来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讲，伊这是一首用台语母语写出来一个歌曲。这首歌曲是翻译对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因个国家每一届，敢若一个共同一个愿望，就是因要建国。好，所以。伊这个哇，安尼看较无吼？来，咱知影这会知安怎读无？每一届我若读到这个诗，这个内底内容吼，我每一届会感受到讲，莫怪因以色列要建国是遐尼啊简单。吼，咱第一段吼，遐是写第一这个吼，伊这是一首为以色列民谣改编过来，然后。每一次因啊真心内受着真忧闷的时阵，你看因写出来文章、写出来歌词，每一次写出来所有言语，拢总是激励、搁再激励大家。就是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所以咱来拍拼。也毋过你啊看咱即马台湾每一个人所咧唱的歌曲，我感觉实在是吼，有当时啊。像我的隔壁，每一届，我拢逐天咧听，伊逐天吼拢真爱唱一首歌叫做《母乳》。我本来袂晓唱，但是看伊听，安尼两年过了后，我才感觉讲，哦，这個、我怎则变会晓？然后变到会晓的时阵，你佫注意甲思考迄个歌词，甲落尾，因煞一个煞拢袂晓去思考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《母乳》甲后壁歌词是甚物意思？就是讲，来来来，大家拢来跳舞，啊，莫管伊虾米人，拢甲当作民望，真符合着咱台湾即马宏观的心情。每一个学生囡仔，伊开始要去计划时，讲妈妈，你莫管遐济，你拢甲当作民望，有钱就好，啊，较紧来。母女伊的一生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咱所写的歌词内底，拢总是要甲咱讲，你歹命是你家己。造成的，
你无好是你无够拍拼，啊，人的好是因为伊祖上有德，啊，这要怪什么人？但是当真侪囡仔开始咧思考这个事故的时阵，当伊拄到恶担当的代志，伊就开始讲啊，我的心情同款甲母乳同款，我开始来用一个较变化的心情，所以伊来选择什么？伊来选择我要来参加百家奖，我要来选择参加帮派，我要来选择参加最最对着咱社会无帮衬，甚至会使你对咱的社会，比如讲卖毒来讲，伊为这开始得到真侪利益了后，伊才真欢喜、真骄傲，甲阮讲，你看。我较早拢无予人重视，但是我参加百家奖了后，哦，即马足济人唔敢甲我欺负。伊个目的就是干那要防歹防欺负，所以伊来无珍惜着伊家己个性命是虾米款。但是咱拢真清楚，伫即种参与个百家奖落去了后，伊所带来是一个死亡。所以咱今仔日斗斗来去思考吼，咱用讲来计划讲，咱心内欠亏，心内该安那去做吼。来，咱来看这首歌吼，应该是看迄个较清楚吼。我先读这个话句吼，你看伊这话字，伊这是一些的写出来吼，就是讲第一届吼，咱看起来在讲树叶会落吼，这叫树叶会落，就是讲树叶会开始落来。然后围墙会倒，哈，就是这围墙哈，墙围啊会倒去，哈，啊，这名声甲权势也会败。伊咧描写是讲，因心中有一个真大的计划，就是讲，不管你的权势名声偌大，总有一天会甲树叶同款会落来，甲墙围啊同款会倒。会倒落去，然后伊伫遮讲，吼、哦，也会败。过来，伊遮写着讲，来个遮吼，当阮要跋倒，吼、哦，伊遮就是当阮要跋倒，求主扶持阮，吼、哦，伊遐是求主扶持阮。啊，这是迄、那个求你用，哈、啊，求你用圣手，圣手哈、啊，求你用圣手接纳我。咱听到这的时阵，你会发觉到讲，因虽然知影讲咱的未来是遐尼啊黑暗，也毋过伊向这个神来求讨讲。求这个接纳我，哈、哦，接纳我。当我要跋倒，求主，哈、哦，求主扶持我。求你用圣手接纳我。我看这首歌曲内底伊真水的写法，就是咧写着讲，当然，这毋是咧讲着宗教哈，也毋过你。会当知影伊即个写即首诗词的时阵，伊思考真济。我感觉常常甲学生囡仔咧讲，我讲，当你有需要，你向你的百家长来求的时阵，伊敢会应允你的代志？伊讲我从来毋捌甲拜托过。伊讲你敢知你参加即个百家长是带来是啥物款的生命危害？伊讲。有一次，当他开始看到两队在比赛的时候，他有一次自己用那刀一直打，一直打自己，打到流血，他感觉自己动不了，怎么倒下去。常常这事情都有，也不过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将来没有一个老师去跟他说，你这不好，我们都知道他不好，也不过当学校要开始举办的时候，都没有去跟他禁止。无去甲开导讲，你囡仔你唔好去参加这种诶。伊阁用真光明正大叫做文化来甲咱计划讲，来恁拢爱去参加。所以当我即届看到了后，
我有发觉到全台湾本来伫彰化迄个所在是一个真平静，也毋过渐渐每一个月拢总有咧百家将的参与，开始因就开始逐个月去参加，然后伊拢用文化这两字来互遐学生囡仔听讲，哦，阮参加这是真好个，阮这是恢复啥物话？恢复中华文化。然后伊用生命来恢复个了后，所带来是一个死亡。啊，毋过侪侪家长、侪侪老师、侪侪人，伊拢袂去看到讲是安怎即遮好个物件，馆长个囡仔哪袂家己去参加？是安那校长个囡仔袂参加？是安那老师个囡仔袂参加？你若阁问校长，伊会甲你讲一句足趣味的话，伊讲我的孩子要读书，那些都是让不读书的孩子有一个成就感。我讲你用这个，让囡仔做一个成就感，敢是用这个物件？唔是。好，所以伫只，咱来阁看第二段哈。第二段内底。哦，伊这唔是英语，伊这哦，嘿，伊这台语啦吼，来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啊，我解释啦吼，我来尽量解释。哦，会使哩嘿，因为伊这是台语迄、那个吼，好，不要紧，谢谢。来，咱来看第二段吼，伊第一段是描写讲，伊知影家己会跋倒，拄到真济挫折，伊嘛知影讲伊家己。咱面对真侪黑暗惊吓的时阵，也毋过有一个瓦壳。在第二段，伊开始写着讲：当阮跋倒，你甲我，你，好，我看一下哈。迄个当阮跋倒，你陪我受苦。好，伊只就是哈，伊只较无哈来，你陪阮受苦，啊，这个过死荫山谷，好，伊只是死荫山谷，死荫的幽谷，哈，伊就是死荫幽谷，死荫的山谷，就是讲咱去行到一个已经真无好的所在。嘛真予你着惊，予你真惊吓吼！死荫的山谷，啊这吼无，我真来应该，死荫山谷无。哦，好来，这吼、哦、这段吼、哦，来，咱看伊讲吼，伊只就是写讲，我看是无只，也是 L 吼、哦，来，无失落的款吼，无车。哦，好来，这句我等下再去看哈、哦。来，伊则是讲经过死荫的山谷，无啥落的款啦哈。啊，这个就是当阮咧，啊、哦，我看嘛，当阮。啊，当阮睿智，你甲阮同在，用听扶持阮，嘿，扶持阮，伊这吼用罗马字翻译来，咱真，哈。
扶持我啦哈。好来，你教阮诶，即句是对，敢那是无路啦哈，无迄个道路的意思哈。嘿，对，好，过来是当阮的瑞子哈，你甲阮同在，用听好，扶持阮，哈，扶持阮。后面就是，伊这不是英语哈，伊这是台语哈。来，那这句话哈，伊第二段开始伊就描写着讲，实在伊拄着侪困难，伊开始伊变作会晓去敲找真实的答案。哈，伊开始找这个真实的答案的时阵，咱的心内底造化多。站起一个很要紧的，才不会去失落去。但是在看到我们台湾每一次都总是全放给他去，你如果看到最近大家人都说到失业，大家人都说到我们台湾的未来的时候，他渐渐都不知道要怎样，甚至有的人已经开始说没关系，我怎么在家等，等到说有一日当大家拢枵死，当大家拢无饭通食的时阵，再去看来用上尾一步吼。伊就进前有一篇伫新闻内底报一篇文章，当咱听着这个消息，伊讲伫咱台湾内底，上届拍算伊还佫有剩一个50块。你敢知伊这个50块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你敢知伊用50块变啊解决咱只恶担当的代志？伊讲我存50块的时阵，我总财产啊存50块，我开始要去买一包火炭，然后种种结束。当咱听到即句话，我唔知你甲我的心内底看到啥物未来，看到讲。咱常常拢甲囡仔讲，你都爱认真读册，你都爱用心去读册。但是所读出来册，伫这个生命的关头内底，无法度发挥作用。伫拄着，甚至即马政策开始安尼改来改去，已经予人感觉讲，哇，一生拢用要无法度去啊。也毋过，我看到咱台湾人。有缘也佫咧讲一句话，就是讲无要紧。咱个马先生真巧，伊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我都带咱行过这个难关。所以当我去看到伫婚姻观高坑遐一个弄个种柳丁，伊讲伫中国，伊要将咱个柳丁拢装备，甲咱装备去。所以因真欢喜，开始一直种。因本来嘛计划讲，我原来要过几日火过柳丁，要卖对中国去。所以开始一直保持，一直种，一直种啊，足水的。结果满百货柜，怎啊送啊出口的时阵，中国甲你讲一句，讲我歹卖啊。当你若经过高坑迄个所在，你会发现着讲有一年，规个柳丁拢甲囥在路边，互害了了。当你看到遮，这柳丁是会食你的食物。甚至搁伫信义乡，因有出一支真好的酒，叫做马拉松。迄个法国比赛拢得过冠军呢。伊去甲遐啉了后，迄、那个一个叫做一个强匪也捌去遐，甲伊啉一杯吼。啊，甲伊讲哦，恁这酒真好，我要甲恁买几支，要甲你买50000支。吼、哦，讲我要买转去中国，一个强匪啊吼，啊来，迄、那个人我唔知啥名吼。但是伊买了后，当伊转去到中国的时阵，伊讲我歹买啊，所以人迄50000支做出来，伊造成经销商的抵制，经销商的迄个停销吼，损失足济。
啊，你敢问讲谁啊？你那歪买？伊讲我去到台湾，你用麻辣烫给我啉吼，啊，我啉了安尼麻辣烫意思就是酒醉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顺你用麻辣烫给我啉，啊，我已经咧麻辣烫吼，啊，即摆我倒来甲中国已经清醒啊，所以我歪买啊。伊用这种话甲你回答，伊讲我契约甲你讲拢无遵守。好，咱过来看吼、哦，来。第三段歹势，因为实咧吼，迄、那个第二段有几个字吼，我较看较无清楚。咱来看第三段吼，你看以色列的民，以色列犹太人，因受到遭害时阵，我感觉即句话会当真做咱真大的帮助吼。伊讲对倒怀中，吼对倒怀中，咱伫徛在，就是讲。对这个叛气的毁坏中，咱拢会当得到徛在，哈、哦，无死亡，哈、哦，无，哈、哦，无死亡，无失败，哈、哦，伊这是无死亡，无见效，无失败，哈、哦，伊这就是无死亡，见效，无失败，哈、哦，听你的激烈。听谈的呼声，阮奉你圣名向前行。听你的激烈，听谈的呼声，阮奉你圣名向前行。这句话，我相信第三段歌词，那个写到咱台湾民政府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荣耀，因为伊怎讲？在这个万民当中倒坏了后，咱也有一个得徛在。也毋过，当咱看到台湾囡仔，伊敢袂安尼？常常咱也在看到咱即马小朋友教育出来，伊头壳内底就是干呐争取我要第一名。我若争取第一名了后，我不管其他人的啥物款成绩拢无要紧，我只要第一名就好。伊唔知讲照顾别人是遐尼啊重要，伫伊这个心内计划已经开始，心内心灵内底已经产生一个真自私的性情。过来第二点，台湾人用着这种中华文化教育内底产生了，咱变作拢会开始去嫉妒别人。你无帮衬别人无要紧，你佫嫉妒别人。所以咱的生命已经变作，和中华民国这种教育变作是一种像猪的生命。我感觉猪的生命就是参像啥款？伊那是看到讲，哦，你若看猪的形态，你就会当了解。每一只猪开始食粪的时阵，伊若听到边啊食了较大声，伊就去甲弄过迄边，弄来弄去，伊叫做过做芳。伊感觉讲，哦，迄边较大声，可能迄边较好食，啊，所以佫弄过，啊，这边就佫弄来弄去。所以你看猪咧食物件是用烧抢烧争，但是伊拢无了解，恁争物件是只不过是厨余，只不过是喷而已。所以你讲猪伊敢会晓计划伊的人生？伊可能唔知讲，我若食较肥咧吼，啊我过来变做红台安尼尔。台湾一步一步走入这种境界，等我甲小朋友。真侪学生嘛，咧甲讲的时阵讲，你敢无感觉咱的情况甲猪用要同款？饲哦足大只啊，然后吼来互刣死安尼，啊人猪也佫袂有钱，啊咱拢袂无半仙，甚至佫看到迄个狗啊，我看到有侪学校内底产生两种学生囡仔的情形。第一种情形，那真后考试读册，伊规工就是摕一个考试啊开始啊看。啊，看了，啊，若无读册，人囡仔要安怎？若无读册囡仔，你若真足甲注意，亲像迄外口迄校园内底咧走的狗啊，哦，是爱作祥的。我一届嘛，甲因讲讲，你甲看吼，恁的整天来作息，甲外口迄只小狗有共款无？小朋友，伊每一届来上课，伊若感觉讲啊，迄读册就是够读册去读就好。学生囡仔书包扛嘞，啊，就开始趴个桌顶开始困。老师上课嘛趴嘞困，
啊，迄只狗仔来到学校，伊嘛怎啊趴伫遐睏？啊，睏饱时阵啊下课，哦，迄个学生囡仔就开始做一个伸懒腰的动作。下课啊，我要出来溜溜咧。啊，迄只狗嘛同款，伊嘛爬起来，听到钟声拍落去，伊只狗嘛做这个动作，嘛咧伸懒腰。我讲你甲比较咧，看卖啊，咱的生活是咪甲伊同款？来只干那睏伸懒腰啊，中昼哦，人咧食饭哦，啊嘛，伊只狗嘛咧食饭。啊，那放学哦，伊嘛对咧放学，伊个四界走。所以一天过一天，安尼的生活内底，拢无去思考讲。我来学校受教育是要为了什么？所以你家己问讲，啊，你的人生你要安怎规划？伊讲啊，迄种老师你讲这吼，拢是足深的啦，我拢无法度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拢唔知要安怎回答你的问题。伊将来唔爱去思考着讲，我一生内底要安怎去成做别人的帮衬。所以自迄天起，我才了解学生囡仔。我就跟伊讲讲，你爱开始计划，变啊帮助别人。伊都开始拢甲我讲，啊你那遐空，老师这安尼做吼，会害死鬼，咱无人遐戆个啦。要唔过，一日过去了，我发现着中国人甲台湾囡仔无同款。台湾囡仔伊真容易去体会着。你咧讲的生命的这种问题，伊会当深深体会讲，哦，你咧讲的这我知影，但是伫中国的思想内底，可能是伊厝的内底教育已经予伊真大的一顶帽啊戴伫头壳，永远无得改变。伊讲伫中国迄边，迄所谓人当中，迄想法甲咱这边想法完全无同款，是安怎无同款？我来看一段，咱来同齐欣赏一段影片哈，就是咱的囡仔伫学校安那方教育，你就知影讲咱的失败伫倒位。好，伫迄个第六段迄个所在。好，这是一个学校咧上课的情形哈。完了，谢谢各位。咧演讲比赛咧甄选的时阵，据我非常仔细用心的观察，十号同学涂家凤表现得非常进步。下一位，十二号刘湘君到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我是第十二号刘湘君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中华民族有5000年悠久博大的文化，有广大的土地，盛哲辈出，源远流长，波澜壮阔，气势雄伟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近年来由于西风东渐，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，又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，也影响了我们固有的文化。迫不及待的时刻，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负起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责大任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呢？第一，就是要转移社会不良风气，建立一个以中枢为中心的理想社会。赔得起吗？什么叫中？中就是要对国家尽忠，对领袖尽忠，对民族尽责，对父母尽孝，对朋友尽信，对人群尽义。所谓素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如果都能依据中枢二字做为人处事的准则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成为安和乐利的社会，这是我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。大家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中华文化很快就可以复兴了。什么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二步呢？第二，就是要有博爱的精神。博爱是国父的哲学思想。孔子说过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。
讲信修护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自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幼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。哎，专家不能走啊，这演讲代表的选拔要你来打成绩平均的、啊、女有归，反正都是老师们写的演讲稿啊，老师们教导的腔调手势，谁得第一名不都一样吗？你们决定比我公平啊。虎谋避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户外户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不谈我这就也难不谈，一二三不谈，老师你死了，一二三不谈，干嘛停？老师你不了，老师你做鬼，做鬼我做鬼，一二三木头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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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咱看这段是安怎？咱看到前后的对比吼，就是讲有一个学校内底，一开始讲哦，迄囡仔讲到遐济，我拢听拢无，但是伊咧所讲的意思，就是要为着一个目的，伊要去参加演讲比赛。但是演讲比赛甲外口咧耍个囡仔，相信咱所欣赏的是咱台湾原地是充满了笑声。咱台湾囡仔本来就足天真、真可爱，但是伊用这个中华文化教育予咱的时阵，咱开始头壳敢若会记一项，就是敢若要甲别人竞争。你看到演讲比赛迄种个甄选的条件，只不过是一个机器人，甲训练好好，开始伊去甲人讲足侪足侪道理。也毋过，伊讲起做啥物一个孙文的思想，伊讲老有所终，咱有做甲到无？永远做袂到。幼有所长，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啊，佫变做啥？讲出门毋免关他门。我相信，咱若看到咱即马目前的所有各行行道，所有的种种，咱开始着惊就是。咱查啦愈来愈多，咱开始已经偷摕物件的人愈来愈多。古早你若看到新闻，看到囡仔讲伊偷摕玩具咧耍，咱若佫甲讲哦，你囡仔安尼袂杀你，可以谅解。但是当你听到讲有诶妈妈为着要囡仔，互伊当食着三顿，去偷摕一寡牛奶粉，偷摕一寡面包的时阵，然后去互警察安尼甲抓起来铐起来。我感觉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不是这个妈妈不好，这是变作咱的政府做了实在太过失败。而且前工人讲，这个政府该判的是什么人？是法官，你爱家己先检讨家己。你敢那徛伫咱看咱伫即马流氓政府的法官，伊敢那真简单哦？你讲偷摕伊读迄个文字，读了讲这个妈妈你犯了偷窃罪。甲你判三年，但是这三年判了，你想产生的问题什么款？伊的囡仔什么人要饲？然后判三年，这个社会改建敢有解决？无解决。甚至更加好笑的，看到最近新闻，有一个去甲烧这个提款机，甲烧掉，然后伊烧掉佫歪走，坐伫遐，当警察到伊甲问讲：“啊，你甲烧提款机，啊，你若歪紧走？”伊讲：“我吼。”独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抓入去关，因为抓入去关吼，至少要有饭他吃。啊，我若出外口吼，无人插我啊，凡事要死。咱的社会已经落魄到这种地步，你唔知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什么款？咱将来唔捌教育咱的囡仔，甚至伫阮这代教育的进行已经失误真济。所以我看到阮这下呢。朋友看到我甲我同年岁的人来甲伊讲到民政府，伊拢甲你讲你咧民望，甚至我甲讲，哎、欸，你这人敢歹思考看卖，逐项拢讲输你的时阵，伊讲啊，你毋着看美国、中国卖无？伊逐项法律拢已经无法度甲你辩论，伊佫甲你讲一句，你毋着看中国卖无？然后佫甲讲哦，中国无关系，咱中国、美国甲咱保护非常的安全。伊佫甲你讲一句，咱自古早的中国人，是安那咱要去甲变作别国的人？哇，实在是
想来想去，真好加载讲，伫阮即边，甚至后一代受了这种教育，你要甲扭转过来是无遐尼啊简单。甚至咱来参加这个受训的人，唔是讲你来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你要去甲你隔壁的人尽量甲伊讲讲，你爱知影台湾这个土地唔是中国的，自古以来嘛唔是伊的，但是。最最受到中华文化教育的人，开始佫甲我问一个问题，佫如何笑？伊讲，那照你安尼讲，咱要安怎对付中国武器渐渐发展，渐渐愈来愈好？我讲，迄航空母舰吼，根本袂震动。伊讲真诶哦，我讲真正，你甲看美国，大概航空母舰出来就是三只，但是大概一剩一只，佫毋知会行无？甚至我佫甲伊讲一个。你若看到中国迄只瓦良格号，还是斯人号吼，两公号还是斯人号拢无要紧，只要若中国做出来，你甲看伊面顶有天飞机无？绝对无。你若有，你摕甲翕相，我会当请你。当伊敲锤一段时间了后，伊讲真正无呢。也毋过伊佫甲我讲一句讲，中国的武力你知影偌厉害无？我讲偌厉害。因有一种剑叫做削铁如泥的剑，我听一下怎好呢？伊讲这个削铁如泥的剑吼，那侵入中国，咪为美国的军舰甲咬一空，迄只船就沉落啊！我讲安尼哦，这剑真厉害哦！哇，实在是吼，有当时啊要甲这个人讲这个话的时阵，咱唔知变哪叫称这个台湾，已经互教育，但是伫遮我深深的思考。咱并不怪，因为伊所听到的教育方式，自细汉开始，就是拢用着真济名利来甲伊做这个限制。咱自囡仔开始，就开始去甲伊教育讲，你就爱安怎爱安怎，你就是读册爱往放倒一边，行倒一边，行倒一向，啊，然后头爱歪倒一边。然后佫开始对着伊个姓名开始改来改去，所以现在我若看到外口街路个看板，愈看愈着惊，就是讲咱毋知发觉着，即马算命个人愈来愈济。每一个人开始看板就挂起来，讲伊是五代祖先，伊伫位古早传到即阵，伊则是真传个人。但是你去互算个时阵，敢真正会当亲像伊所讲个安尼？而且我来讲到是安怎这个名利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影响。我记得伫细汉，阮迄个庄头内底冒一个咧讲算命，人拢叫伊青梅坤啊。这个青梅坤啊，就是那像阮庄头的心理学家、心理医生同款。当你真侪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你去甲伊问，伊就甲你讲。这个青梅坤啊，怎正做？迄个中心，阮迄个砖头，所有你大大细细要解决的问题，拢伫遐。甚至婚丧喜事，拢爱请伊解决，伊来甲你指导。但是有一个阿嬷，伊看到讲，哦，伊的孙一届甲带去予青梅坤啊算了时阵，伊甲伊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伊甲伊讲，你这个囡仔后届是坐大只倒来，敢那甲讲一句。伊阿嬷听了真欢喜，讲：“哦，阮这个孙坐大只，都代表什么？哦，代表就是讲，这是做大官。迄个孙啊，都甲我同年岁，当伊伫陷落这种感觉，讲伊常常甲我咧佚佗做伙，拢讲阮阿嬷讲哦，青梅窟啊，因为大家拢捌，甲我讲我阿介是坐大只倒啊，所以伊行为种种开始，就拢甲一般的人无同款。”渐渐朋友嘛无爱甲伊做伙，但是伊拢讲无要紧。啊，介我若坐大只倒的时阵，你着安怎安怎安怎，开始伫遐咧讲，甲阮恐吓。有一届，伊阿嬷佫感觉讲，咧讲的代志佫敢若为着要证明伊的孙啊较高贵，开始一届我住伫遐咧佚佗，伊就问青梅坤啊讲。来，青梅坤啊！啊，这个囡仔，伊问着我，甲我的手牵起，讲啊，这个囡仔安尼啥款？
伊甲我讲一句，伊安尼看看我，我嘛无甲讲啥，但是我唔知伊安那去敲锤着阮的，我的啥物吼生日，迄我拢唔知影，可能伊早就拢有你的错来款，所以伊就甲我讲甲一句话，甲我讲，这个囡仔吼，因迄个大人咧讲的我嘛听无啥，甲我讲这命格吼，四牛七娘娘啦，我听一下讲哈四牛七，我开始转去了后。迄几工困了袂好势，因为我刚想讲一条番薯吼，我阿妈咧种番薯，我甲摕甲称咧，哇，这一粒都金瓜呢，我才四两钱啊，那唔安尼，啊，奔风就倒啊，我安尼忧愁几礼拜，忧愁真久真久，一直甲我读国中，我拢真认命，我感觉讲啊，咱拄着命歹就是无法度，因为咱命格就敢那安尼尔，算无法度。吼、哦，人迄番薯凊彩，我看迄磅啊吼，安尼提起来，拣一条上细条，甲断落，还佫几啊两。啊，咱这毋着变作奔风就走啊，奔风就飞去啊。当这个思想伫安尼开始安尼一直伫我的头壳内底安尼，拢想讲我这着真歹命，无法度，嘛无想要改变，反正着拄着就是安尼，照安尼就好。也毋过经过二十年后，发生的代志产生。变作有一日，我去因家看，看到我迄个朋友，讲会坐大只刀啊，一人。我讲啊，你最近咧创啥？伊讲我都安尼，喊来喊去啦。吼、哦，我讲啊，你阿妈唔是讲你会坐大只刀啊？伊讲嘿啊，可能时间也未到。我讲啊，那即行诶，要搁坐着大只刀啊，敢有可能？啊！班段读册，啊，逐项拢无爱做，啊，逐项拢放在伊去安尼。阿公阿嬷是做死田，也免做，逐项拢免做，干那逐工遐食饭安尼尔。有一日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果然这算命甲算了无唔对，因为伊坐大只桌啊，是坐着乒乓桌，啊，伫遐咧写字，乒乓桌啊，迄只桌啊怎变作无拍乒乓啊？开始互因伫遐咧食饭，啊，伫遐咧做工课，啊，是讲伫遐咧做手工的时阵，拢用迄只大只桌啊。有一日我去甲因家，看到伊伫大只桌啊面顶咧做手工的时阵，我才恍然大悟讲：哦，有影有准。因阿嬷讲，你会坐大只桌啊，果然无错。所有桌啊，无比一只乒乓桌啊较大只，所以真好。也毋过，伫遮咱听了是。当作趣味趣味，你敢俾你的囡仔安尼落去？有当时我甲想讲，假使伊若卖经过这个算命，这个囡仔凡事是不得了，凡事是会用做啊做真优秀，对着咱社会真有帮助的人。也毋过，干那一句话，我是险险啊陷入迄个放弃，所以伫台湾。这个心内的欠缺，心内真需要的物件，咱一项一项拢甲消灭无去，这是咱上界危险。再来，为怎样我会真爱这首歌听吼？咱刚才讲这首歌的唱法吼，我伫只来带领大家咱来唱这个第三段吼，这是一个以色列民谣，伊所做出来吼。第三段内底，伊写着讲，对非哈、哦，对多怀中，哈、哦，对多怀中，阮的徛起，无死亡，无死亡见效，无失败，听你的激励，听，哈、哦，无失败哈，听你的激励，激激励啦哈，听你的激励，听听咱的呼听听的呼声啦哈，听爱听的呼声，阮向阮奉你圣名，你圣名向前行。好，听你的激励，听听的呼声，阮奉你圣名向前行。
哦，听谈的好声电视哈，谢谢电话、哦、真好哈、哦。嘿，我先用琴来大家介绍这首旋律哈。哦这首旋律是较属于小调性哈，我先跟咱大家唱一解。我感觉讲，这予咱的一个心内底，虽然这唔是咧讲着讲，咱伫思考上爱安怎去教育囡仔的思考以外，咱爱先家己徛起，咱爱教囡仔讲，咱若面对失败时阵，要安怎搁再徛起。唔是失败拄到怎甲放下去，唔是讲失败拄到啊，甲当作像母女的人生，拢甲当作迷茫，即安尼袂使哩。哈、哦，所以伊伫第三段，我真特别意爱即第三段所写的歌词内底，哈、哦，伊是变得好，伫遮好来，伊个就对飞怀中，大愿地徛起，无失望欢笑，无失败，当你的经历，听汤的呼声，远方的生命向前行，听你的叮咛，听他的呼声，远方你的生命向前行。伊这小调性吼，啊，毋过你渐渐甲唱，你会感觉讲，伊这以色列的民谣，我真爱听以色列民谣，就是讲。因常常经过真侪艰苦，我感觉咱台湾民政府必须要向伊学习的是真侪。我相信因伫早期囡仔开始，因就甲因讲，恁爱开始有一个计划，就是咱爱一个国家。伊说的这个国家，你若斟酌去甲敲锤，去甲研究，伊伫西元前五百年就失去啊，无这个民族。这个民族要再站起来的时候，当他们去巴比伦打倒之后，他们开始感觉说，咱若没有国家，永远永远就被欺负，每一个人就知道给我们欺负，咱就是做奴隶的身份而已。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他们知道没多久他们有一个国家要成做一个国家，这个前后我甲算过，将近要2500年。各位，2500年，咱那个提来倒到咱的民政府甲讲，咱民政府爱奋斗2500年，你唔知要继续行无？咱这个民政府若要甲中华民国这政权要甲安落倒，可能。哦，根据这个估计，要2500年，因为咱有看到国家失去，佫爬起来，敢那以色列尔。所以，啊，毋过人以色列是甚物精神？伊是不管是着家己的囡仔讲，你爱家己的朋友，家己的头一代佮后一代，家己讲，咱所欠缺是一个国家。所以，因激烈，佫再激烈。所以，当因迄个围墙，咱若去过犹太人以色列迄个所在。你看迄个哭墙，伊咧哭的时阵，是拢趴伫迄围墙咧哭，
开始哭，哭了后，因佫犹原真勇敢，佫出发向前行，奉着因神的名，佫向前行，要行到有一日成功。因某人讲起讲，准讲这个哭墙，若互阮用目屎甲哭甲倒去，阮的国家就建立啊！实在有影无？有影。你看迄个哭墙倒的坐云吼，迄是安那倒到遐尼啊？整齐，真呢坐，就是因为伊咧哭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官刀啊趴伫遐哭，目屎甘对迄个围墙啊内底，怎互目屎？怎甲安尼甲用一瞬，啊风吹咧，怎倒一条拄啊好，真正倒去。也毋过济济观光的人去到遐，尤其是台湾人，每一届伊若去看到靠墙，因讲转来拢有一个消息，拢讲遐个祈祷是非常有效。济济人伫遐去到遐，拢甲关啊等几边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其实遐关啊转来拢得到医治，拢真好。也毋过一些的人因讲，今仔日唔是要叫恁来遮得到这种病痛医治，唔是来遮要让你得到个人的财富。我感觉咱民政府的人是去遐爱学习，我要爱知影要哪建国。所以一些的民，因每一届因甲人咧牵手的时阵，因拢一定习惯用正手三牵。用因的正手甲人牵做伙，因为因知讲咱正手三牵是甲你甲我当时誓约，当时来决志，咱为着咱的国家爱拍拼。也毋过看到台湾，咱有一回咧看到这个手牵手赴台湾，迄届嘛，互咱真感动。我看到台湾的愿望就是伫遮。因为台湾人伊甘愿，互塞车遐济人，遐尼啊艰苦，遐尼啊热，伊有缘去牵手，拢总无发生啥物任何事故。当中国人、中华民国媒体甲因批评讲，这是顶那空的人伫遐牵手，咱看起来台湾是从台湾西两岸，迄届我冇去参悟着，伫看起来面内底。我是安尼，这当个来的其中一个，你想可能无虾米会，也毋过我相信，这比万里长城也搁较伟大。万里长城是一个无生命的一个建筑物，但是咱用手牵手来呼啸台湾的时阵，迄年济济人的灵魂得到觉醒，也毋过觉醒了后，搁渐渐一直无去，这就是咱的法律计划唔对去。那么在这咱是面对着讲，民政府所有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，你若看到犹太人伊个建国的历史，每一届看到即卖的消息，我就知影讲，这首诗歌就正做我的帮衬。当济济人甲我问讲，哎呀，美国可能要甲台湾放弃，恁安尼就假母的啊！你知影伫顶礼拜，我拢总接到。将近要200通的电话，问的问题拢相共款，拢是问讲：哎，台湾即摆美国免签已经发行了啊，恁台湾民众阁要创啥？我拢是点点，也毋过伫我的心内底，我拢相信，伫这个徘徊中间，咱会当徛起，因为这是一个英文，亲像犹太人。因虽然经过真侪黑暗的代志，从台搁再台一直台，也毋过，敢那独独一个人，我嘛真期待咱台湾的心情甲这个人同款。这个辛德勒，我特别爱介绍，每一届上课内底，我拢真爱把伊的影片放予大家看，因为伊只咧甲咱叫醒。辛德勒这个人，伊用尽所有的财产。伊本来是真有钱的人，伊开始将伊的财产甲拍卖，开始去甲买一个人，犹太人甲买倒来，一个去甲买倒来，甚至伊听到讲囡仔规定要甲车去弹掉，要甲枪杀，拢总400名，伊怎甲伊的工厂摕去贷款，甲迄个
德国哈、啊、德意志的军队甲伊讲，甲希特勒讲，我要装备，我要请来我的工厂替我做工过，所以你的囡仔拢装备给我。所以伊一项一项一直甲卖掉，伊甲伊的钱、甲伊的手指、甲伊的金啊，呢一直卖掉，一直卖掉。等到落尾，等伊拢卖到了的时阵，这个希特勒已经战败。伊有缘伫遐咧怨叹的是啥物？每一届我若看到一段影片，伊怨叹的是讲，伊若卖遐贤开钱，凡事我会使加买几下个；我若卖遐贤买物件，凡事我会使阁加买五个犹太人。伊阁看到个手指黄金做个，伊讲我若卖有一卡手指，凡事我会使加买两个人。伊伫遐作主即讲，我先阿要拥有遮个财产，我若拢卖爱，我会使加买几个。伊伫遐主席，这是甲咱即边无同款的所在。当咱看到中国人的个性，伊若做一个善事，伊就爱予人知影，一直安尼予人了解讲，哦，我做偌济善事。尤其伫台湾，我嘛捌看过。你放生大会的时阵，看到一只乌龟的壳，去用刻一百人的名。然后我佫甲看清楚，迄毋是干那刻一百个，迄是进前人刻甲放生了，伊去用高倒转来，伊佫甲抹掉，佫甲刻一届。所以迄抹了无清气，拢会用看到讲迄用抹过。我讲这只乌龟若去用刻两三遍啊吼，迄壳都无去啊，抹甲拢无去。但是因所要展现是啥？是讲我真有信心。你看我倒去奉献，我倒去买物件来，吼，即个人，吼，吼，即个动物会当得到生命。但是伊无顾虑到人的生命特别无去，伊拢无要紧。咱甲辛德勒的差别就是伫遮。这段是伫一次世界大战了后所产生的情形，吼。咱同齐来欣赏这段。